盘点大快人心的解气时刻。花钱了没有啊？给他种满。海边公共场所，凭啥不能治啊？我插地里，我又不插你嘴里，你凭啥管我呀？这都是我们承包的，你要想治，那城管得住。马姐，你还包骗孩？哎呦，那心里你把骗天多好啊！啊，飞机搁你头顶上飞过的时候，你给他停下来，你让他给你交点过路费。没说吧，你治？你上马路后边治去吧。我是来看海的，还是给你来看停车场的呀？啊，直接治酒店大。躺去多好啊！一蒙着我炸酒店浴缸，那得了呗。这多凉快呀、啊！不是你家坟头上去，那更凉快。要不这活走，要不从我们那租。多少钱呢？800。啥算800呀？啊，你管魔力海这里混元散呢？谁给你定的价啊？啊，那虎德都说要想过得好，离开秦皇岛。啊，我今天我就知道了，怎么的？你不懂是吧？啊，三个看起来很普通啊，就没有更贵的吗？男朋友是欧洲人，很有钱的。因为这也是他就是提到的款式，我就先拿过来看一下。你看要不要先上身看看效果吧？好吧，那挺接下来你陪他试一下。看一下。Yes. Three bags, $3,500 and $4,000. And maybe she could buy the cheapest one. Probably she'll like it. Okay. Excuse me. Hey, bro.You finally call. How are you? Yes, you really should come to China as soon as possible. I'm not bullshitting you, mate. I shoot 8 girlfriends in a month. They just like us. Yes, don't worry. Things on you, girls on me. Bye bye. 好的。She made her choice. Yes, and $4,000.No. 3,000. That's the cheapest one. I think she can make her own decision. Well, I think it's a bad decision and I will not pay for it. I think you are the bad decision. 宝贝，走吧，坐吧。哎，不是，你们这么大个店，你们卖假包还骗外国人，真的是丢不丢人啊？我真的是忍无可忍。Let me finish my words, okay?从你们走进这个店开始，你男朋友就不尊重我的员工，好吧？我们这个店本来就服务重庆本地的客人的，有什么好讲英文的？那第二个，你知道他为什么一定要讲英文的人吗？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他说他买个最便宜的包给你，问我什么是最便宜的，那我只能拿出三个最便宜的给你。I don't have time for this. Bye. 哎，大哥，你听我说，好吧？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生气吗？他刚打电话，你知道说什么吗？他说他一个月就换了八个女朋友了。我觉得真的这个人他对我们，我觉得对你，真对女生没有一点点尊重，这样有意思吗？但是好歹也是外国友人啊，我们好歹也是礼仪之邦，有必要这么咄咄逼人吗？那这样，刚刚你说你英文不好对吧？那你听过这么一句中文没有，叫做以德报怨，何以报德？没听过。那我帮你翻译一下吧，就如果你得不到人家尊重，你还一直当舔狗，你永远不会得到尊重，好吧？你要追就追吧，去吧。哎，你好。那个，你是捡到我手机了吗？对呀、啊，我这个。这个是我的电话号呀。对，是个车上有一个。你是哪里、啊？我是那个出租车呀、啊，网约车的。那应该是我打车的时候，那个掉车上了。那个，你方便帮我送一下吗？现在我都到家楼下了，我车里躺着呢，我休息一会儿，我就上楼准备回家吃饭去了。你在哪儿呢？现在啊？我在奉贤这边。奉贤，咱俩是两头啊！我搁宝山呢。咱俩不得离七八十公里啊，60公里肯定以上。那你帮我送一下呗。你着急用啊？啊，对啊，那肯定啊！我这现在东西都在手机里面呢。你电话号现在还好多人联系不上。那我这一个来回得100多公里，那我不能白跑啊。你帮我算一下吧，然后我请你喝个奶茶好了呀。一个奶茶能多少钱玩意？我这来回我这少说也得120、130公里，
咋的也得按3块钱一公里的话，也得300-400块钱呢。不是，那你们现在这是干什么呀？你们这出租车现在捡到东西都不还的？不是不还，我要想不还你，我直接电话我就不接了，你知道吗？那你现在什么意思啊？你现在都不就是不想还吗？那手机不值钱的，我跟你讲，那手机都不值300-400块钱。那你要不着急的时候，等我到奉贤，明天我出车的时候，我再到奉贤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呗。我不着急，我给你打电话干什么呀？我现在着急啊。那你着急，你还不想花钱？是你不还好吗？你现在态度明显就是你不想还呀。你在这里跟我漫天要价呀？手机都不值300-400，你要我给你300-400啊？那你用不用我送啊？你来取了也行，我给你发定位，你自己来取了吧。我没有手机怎么给钱啊？你说话你过过脑子好吗？你想一下，你没有手机，你让你家人来取呗，谁不能来取呢？我也不是不给你，你来取来的话，我搁这块儿，我正好上楼吃饭去了，然后你到这时间你给我打电话，我下楼我就给你了。我也不愿意跑，你给我钱我都不愿意来回跑。想还呗，对吧？我就发现我不想还，我接你电话干啥呀？那谁知道？你现在不就是找我要钱吗？你的意思我免费给你送过去，来回100多公里？我请你吃饭可以吧？我请你吃饭，你别让我送了，行吗？你来我这块，我请你吃饭来。讲理啊！你讲不讲理？我跑那远，你请我吃顿饭，那你跑过来，我请你吃饭吗？来，你正好上我家吃点饭去。来，你们现在真的是出租车，现在越来越不讲理了，好吧？你们干网约车的现在都是什么人啊？你现在是用我送，东西不还，然后还漫天要价呀？你用我送你就来啊、哦，不用你用我送的话，你就赶紧就说钱的事儿，不用我送的话，你就赶紧过来取自己取。我没工夫俩搁这磨叽，对吧？你这人怎么这样呢？我发现。谁呀、啊？我怎么了呀？你现在不就是要钱吗？我肯定要钱的。我学雷锋做好事儿，我不要钱的。我这油钱不是钱呢，还请我吃顿饭，咋心说的呢你？我一会儿送到我附近派出所去了，你愿意那啥你就求，不愿意求你不用再给我打电话，再打电话我接不着了，一会儿就送派出所去了。好。哎，不是你。哎呀大姐，你从上个月开始就天天用完了，你能不能自己买一瓶啊？我们的钱也是父母给的呀。就是这种档次的东西我也不爱用的呀，要不是看我们是一宿舍一家人我才不会用呢。你脑子进水了吧，宿舍一家人？那你我家里的钱我还想花就花呢，你能给我花钱吗？别小气，我跟你讲，我们小气？哎，你今天不是用我们的就是用他们的，你从我们这儿顺走了多少东西，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吗？举例 for example，你出去跟你男朋友约会，护肤品用我们的，化妆品用他的，你连包都要背他的，你怎么不干脆让我们去跟你男朋友约会啊？这包太脏，警告你。还有你一天天能不能打扫一下卫生啊？哎，怎么会有一个女的把袜子放在这个地方？你不要乱看别人东西好没事，在这藏宝啊，还是在摆摊啊？都发霉了，整个宿舍你看哪地上哪一样东西不是你的？天天到了打扫卫生的时候，你要么就是装病，要么就是姨妈疼。我真的搞不懂你爸妈下口不安人，我跟你讲，你爸妈那3分钟又来干什么不好，为什么要把你生出来啊？给我算一下我那个时间。对，有什么好算的，就昨天10小时。你不算我拿不到工资啊？你要拿什么工资？我为什么不拿工资？这是干活肯定拿工资啊。你给我算一下，昨天才来你拿，昨天来了怎么就不能拿工资？干一天都得给我工资。我的意思是你要干嘛？给钱算小时。那你去找一个中心的找我干什么？你好什么？他让我找你。你找我干什么？你找他中介啊？算小时啊？算小时？你拿钱往哪里跑？你给我钱算，钱在那里找我算工时。你给我算。我怎么跟你算？找你中介。你找中介找人。你干个锅巴，闪开！他妈的，你不给钱，你干个屁？你干？你干什么？你想干什么？给钱？怎么的嘛？不服报警？不给钱，老子怪你这臭毛病！下个锅巴下，叫工匠。干嘛？这会报警啊？关你什么事儿？不报警？怎么的？下个锅巴，老子还从没见过他妈
方便。人家去那边找，问家长查去。我在这干的，昨天不给钱了就不走。去那边，去那边，别我那么多没有用。去那边。你不行，你就叫你们经理过来。你去办事找，别那家长查。我不说那么多，我在昨天在这干的活。你不服你就报警。你家超市最少都有1000平吧？我就怕到时候太大了，这老板娘我当不明白。哎，我帮你，这样到了。刚子杂货店啊，就这儿。你是跟我俩玩呢？你管这叫超市啊？这不小卖店吗？这就是超市，你想吃啥我给你拿，什么都有。吃什么吃啊？不，你是不是有精神病啊？你管这叫稍微小点啊？那20年前的超市都比这大吧？你咋这样了？你刚才不要当老板娘的吗？那我当时问你，你也没告诉我你家超市这么大啊？我告诉你，现在别说让我当老板娘，让我当亲娘我都不当。不是你别生气，一会儿我爸听见了。听见听见呗，跟我什么关系？我爸说今天就能订婚。我可求求你饶了我吧，我们不合适。不是你刚才不是说喜欢我，一起经营我们未来吗？儿子，工地忙，让他先走吧。看见没？你爸比你明事理，真当事。赶紧把人们客车挪了，挪走。知道了。这你家车呀？对啊，这破车老长了，搁哪都碍事。那个，我觉得吧，其实我们就是还可以再了解了解，凡事不能只看表面嘛。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看你家的小卖店，它虽然小，但是它能勾起我们童年的回忆呀，这多经典呢！我叔叔一定是个有品位的人。对，你也是个有品位的人。你也挺。那你还走不走了呀？不走啊，不是说好了当老板娘了吗？以后我们一起进入我们的小店。这老板娘是费劲。那我呢？我干啥呀？那我管不着。好嘞。加班都别走，加个班。有加班费吗？每月都给你发工资，哪来的脸要加班费？每天工作8小时，你哪来的脸让我加班？让你加个班怎么了？没钱加啥班？给你白打工啊！你直接招志愿者倒好。你发什么脾气？就是告诉你，除了你爹妈，没人管着你。你看别的老板，哪个给过加班费？别的老板还有死的，你咋不死呢？不是，刚才你给我打话啊？那门口车是你的，我要咋的？我想让你给我前后动动的，你别正堵我门口。我就停这咋的？你告诉我，你家咋打我停这不行啊？一边说咋吗？我打车一边咋呀？我搁隔壁吃个饭。不是我工科来都没地方停，我才给你打电话。要我能给你打电话。再说你往哪儿停不停？你上他家吃饭，你往他家门口停。他家门口这有那么大门口吗？我就吃个饭的功夫，我车后地挪走，你打电话干啥？你知道吗？那你前后动那一下子，那你非得就正堵门口吗？我地车，我想停哪停哪，跟你有关系吗？那我打电话你挪一下得了呗？咋的？你喝点酒你才过来。找我喊啊！挪不了，我告诉你，挪不了。我现在我回家，我睡觉去。你让我挪，我喝酒我挪不了。我明天下午你挪来，我今天回家睡觉去。哎，你啥意思？你上这儿来给我俩练胆来了？我练胆咋的了？你就挪不了，你就不挪呗？挪不了。你今天都不挪是不是？挪不了。你今天都不挪？对。行行，你行行，哎，挪不了。你干啥去你？开心哇哇笑，感谢观看。